对不起啊，都是我害你丢了工作。跟你没关系，只是我那么想做好的事情，还不如别人随便做做。才不是呢，小龙，你别气馁，你不要因为一件事儿就觉得自己不行，是金子一定会发光的。是啊，可是我只是块石头，我永远都不会发光。行了，你不用安慰我了，我已经认命了。 我一辈子也比不过他了。有些人他不仅仅是赢在起跑线上，他要直接升到了终点。你是在说付小龙吗？你干嘛跟他比啊？因为你。 我看你，我怎么了？你不用管。小龙，我知道我今天做错了，那我怎么才能补偿你吗？要不这样，这个月就不让你还钱了，好不好？ 月月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房。什么？我不是你记忆当中那个拯救你无所不能的房小龙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让我一个人静静。 正好要开饭了，房伯伯，小龙呢？他应该会晚点回来吧。哎，怎么，哭了？小龙欺负你了？没有。那怎么了？伯伯，对不起，小龙他失业了，这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不好。他现在一定很难过，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安慰他。没事。 爷爷，没事没事，工作嘛是吧？丢了还可以再找。没事没事啊，饿了吧？先去屋里吃点东西去啊。失业了。 怎么会这样呢？也许贪恋你手心里的温度，也许沦陷你眼神里的模糊。我心甘情愿的交出这颗心，任由你摆布。 你醒了吗？那我进来喽。小龙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啊？没事，你怎么进来了？赶紧出去。不是，你把那钱给我了，那你怎么办呀？不用你管。
我知道，都是我害你丢了工作的。这样好不好？这个月的钱就不用还了。喂，你这是在怜悯我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怜悯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侮辱。这怎么能说是侮辱呢？哎，你之前帮助过我，咱们俩互帮互助。还有啊，你现在这样躲在被子里不跟我说话，才伤我自尊心呢。因为我不想跟你说话，你赶紧出去。哎，你别这样，我们俩聊一聊，好不好？聊什么？赶紧出去！啊，我们俩聊快！一聊，聊一聊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我在商场看到那件衣服。这不是。你买来送给我的，对不对？这不是。给我啊！哎，你就给我嘛！我说了，这不是。这肯定是给我的。哎呀，这不是，我没说。小龙，吃早饭了。知道了。来了。这个油条。嗯，好，好，好。嗯，小龙能起床这么早，真不容易，这都是月月的功劳。哪有？这么早谁来了？哎，别，姑姑，你坐，继续吃，我去看看。